哎呀，这个怪兽遥控器根本不可能搞得懂嘛！不对，不对，我不是想要怪兽在这里扭来扭去，我要它走出物体室。糟糕，他们来了！这个铁巨龙真的太巨大了，一定会打破东西的。啊，你不要再跳了！博士长，你最好后退一点，铁巨龙看起来又要吐出一颗火球了。我听着尖叫声，怎么回事？巨大的蜥蜴，哇哟！咕咕鸡，哦，烤得刚刚好。天天，你看能不能找到铁巨龙？啊，鸡！等等，我看到铁巨龙，它在哪里？在总部附近。我们队总部集合，快点！ 现在去救咕咕鸡！啊，车窗降下，咕咕鸡不要动哦！快点，毛毛，它要喷火球了！咕咕鸡，跳上来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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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狗狗们，准备好洒水枪跟水管，它又要。水管准备，打开水，现在，往左边倾斜，往左边。对了，大家稳住。毛毛，狗狗们，我们阻止机器人了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